卡斯你问我人生为了什么，我会讲为三顿，为生活，甲为某子。但是看别人人生，配合别人的心情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生活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，因为真久不知影笑容生做啥款，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。因为你嘛知影，咱拢是为别人在活。爱情一首歌，一首有头无尾的歌，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，有时一寸孤单。爱情一首歌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，有时亲情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为着啥？用心